去144K 通宵交流道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144K 现在134K 还有10公里来去吃一下好像是矿肉饭吧一间无名的小吃店就在交流道旁边咱们来去看看有好不好停有没有得吃会不会卖完了面粉家族西湖服务区大型车的停车位也不太够JY 之前有我大概快一年前了吧有打电话去高工局询问说国道一号一些旧有的休息站新营啊仁德啊西螺看能不能扩建那个小姐回复我说已经在执行当中了会慢慢扩建最近看到那个新营南北向的都有增加车位但是好像也不多好像增加六七个位置而已还是不够用基本上只要遇到中午休息时段连停都没得停啊我希望能再扩建一点旧有的休息站已经不敷使用了以前的国道只有两线道现在扩到三线还会塞车了更何况休息站休息站是连扩建都没扩建原旧有的规格希望能慢慢给它扩建起来大家好停车有时候开车开到累了打瞌睡想进去躺一下连个停车位也没有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开希望能慢慢的改建啊出太阳了今天北部都是下毛毛雨回来到快苗栗台中这里就出太阳了出大太阳好天气138K 了138还有5公里5公里吗6公里啊就准备下这个通宵交流道动物防护网防止一些什么野生动物跑到路上被撞死太阳现在几度啊出太阳还23度而已23度
139了，剩下5公里。来去看还有没有得买啊，还有没有得吃啊。我今天好像今天车子也蛮多的呢，但是还好都没塞车，庆幸都没塞车。胡萝卜的斗子车，140，在三公里处靠右行下交流道。三公里处靠右行下交流道。乌尔摩沙。石车，来去看好不好停。哦，快到了，通宵铜锣。出口2公里144K，南下的话是右转啊，北上是左转。我们待会下交流道右转，12:30，快40分，应该还有中午时段，看好不好吃，矿肉饭还是卤肉饭，再配个热汤，哦，简简单单。吃一餐。检视沿路的简简单单搜寻结果。我的手机在简简单单搜寻结果。在600公尺处，靠右行下交流道。准备下交流道，靠右行。通宵靠右行下交流道，这里算是苗栗，再下去就台中了。在600公尺处岔路处继续靠右，继续靠右。台湾客家文化馆，通宵右转，岔路处继续靠右。通宵，在400公尺处向右转。在400公尺处，我停那么多车，这些车是在买什么 Seven 吗？槟榔摊模特通宵交流道饭面，我新开的，我不好停车这里。家乡包子馒头，向右转，然后目的地即在您的左手边。猪脚饭啊，这一间啊，红记美食猪脚饭，哇！可是不好停车，咱们先找地方停车。看这台油罐车，高压的，也是暂停啊。哦，不好停，咱们去先找地方停，再来去吃。
好不好停车？美食猪脚饭，鸿记美食猪脚饭，来吃个猪脚饭。我还以为是矿肉饭呢。快餐盒菜。哦，下去再，下次再去吃那间面饭看看，新开幕的。你好，我包一个，有啥物会通啊包？我有排骨鸡腿，比较好嘛。够鸡腿哦。鸡腿，好鸡腿。谢谢你哦。嘿。啊，公仔在你电话在好。好，椒咸。椒咸较好配饭啦，嘿。较袂虚，较袂虚大。啊，甲我难加一寡这家己做的哦。对，就是家己泡的尔。啊，咸食是家己炒的哦。恁干那卖中昼尔吗？到暗顿，暗顿卖到几点啊？卖到七点。啊，你卖到暗时啊七点哦、喔。对。啊，你若敢讲今我无做，今日先确定的问看卖啊有无？对。哎，不错，拢大部分拢有做。拢就是卖中昼到阴暗嘛。暗顿就，两点休啊，四点半啦，啊，你来煮安。哦。好。好，谢谢啊。谢谢。啊，你若无方便，你先确定来啦。停的，较紧客，较紧走。哎、欸，你哪知影我驶大车？知啦，拢我听着知。啊，你搁加带迄个，搁加载，搁加载。哦，安尼哦。有啥物你会，有啥物你会知？哦，谢谢啊。鸡腿便当。啊，老板娘，莫非也有看过 JY 的影片？哦，90块的鸡腿便当。待会再来开箱哦。OK， 咱们来吃这个鸿记美食猪脚饭，原白沙屯大碗公。哎，可是刚刚应该 JY 应该叫猪脚饭来吃吃看的才对啊。但是有机会下次再来吃哦。可爱的老板娘说，他们是卖中午跟晚上。哦，如果大车不方便，可以打电话先叫，停了拿了就可以走。哦，电话是0912615918，行动电话。我、哦、可以打电话先把便当叫起来，下交流道拿了就走。哦，还有市话0377648557，苗栗县通霄镇内湖里乌梅路129号。加油站的对面，通霄交流道下。哦，我们来吃这个90块的，哦，吃一吃，赶快回高雄。90块的鸡腿便当，哦，已经剁好的，剁开了。哦，茄子，哦 ，JY 的最爱。哦，还有这个腌的。哦、看起来就很下饭，哦，来吃看看，吃看看好不好吃？看起来是不错，我、哦、菜脯，嗯，茄子，嗯，哦，
吃什么菜？有苦味，哦，但是最喜欢吃苦瓜类的。哦，有一块鸡腿啊，哦，这个皮再配上这个黑胡椒哦，哦，就是搭。哦，太阳出来了。太亮哦，90块的通宵鸿记美食鸡腿便当，我就要慢慢来把它吃完。哦，这个、太阳光太亮了，哦，吃完赶快回高雄。哦 ，OK，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见，拜。